士，在澎湃的音乐中展现弗朗明哥的热情奔放。四位姐姐来自妇女会的跳舞班，扭腰又摆臀，一点都不失专业。我们这个活动整个规划将近半年，倒数计时是两个月的时间，当然表演单位都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来规划今天所有的节目。当然我们这个节目还有远自桃园、台北，他们都是义务性的来表演，还有一些街头的市民，比如说卖水果的，我们称为水果歌王等等的，他们也都是义务来表演。拿起麦克风展现歌手自信，永和妇女会的表演可不少，平时就有跳舞班、卡拉 OK 歌唱班、日文班等等，养精蓄锐准备超过三个月的表演果然不让大家失望，活泼可爱的精神透过表演传递给现场民众。我们妇女会一共开设了12个班，今天动员了8个班级，有唱歌、有跳舞、有表演等等的，非常非常的热闹。我们希望我们永和的长辈每天都快快乐乐的，就像今天是一个嘉年华会，过一个快乐的重阳节的活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表演团体加持助阵，一整个早上舞台上热闹滚滚，台下观众热此不疲，看到精彩表演，掌声加尖叫，自然不可少。中央新闻杨昭丽、小峰，永和报道。